我们生活在史实中，人类从来没有过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我们依然看到太阳，我们依旧看到星星，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我们对生命更珍惜。告诉我吧，你在烧什么菜？你在跳什么舞？你在唱什么歌？还是你与亲友亲心？还是你在感悟人生？展现你的手艺，展现你的才华，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同新之人，传给五百年后的新人类，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大家电视台，大家一同宅家乐，征集对生活的热爱，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stayhome#withme，h a h g s t a h h a a s t g 大家一起宅家乐，期待你的作品，详情请咨询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StayHome #WithMe，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嗯，狗狗出镜也欢迎哦。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 或者那端的我们，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嗯，还有狗狗。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评选每周、每月。 累计还有总冠军的 Top 榜单哦！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同时也做答疑使用。记得有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我们一起宅家乐。Stay Home with me，我们一起宅家乐。陆鲁晓夫是个秃头。文革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把赫鲁晓夫称作“赫秃子”，所以我这里也用这个词儿。 因为这个词儿简单，做标题挺好。那么，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十一号，赫鲁晓夫秘密的到了北京。从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三号，与老毛四次会谈。这会谈的初期气氛相当紧张。赫鲁晓夫是刚到北京，从机场就直奔中南海颐年堂，向老毛去解释相关的情况。赫鲁晓夫说：“你一夜没有睡觉，当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他这收到消息，就是指老毛发火了。赫鲁晓夫呢，为了取悦毛泽东，就像老毛谈了一些他取笑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错误做法的这个这个情况。那么老毛当然对此表示赞同了，态度也稍微和气一点。那么老毛就问说：“你解释一下什么是联合舰队？”赫鲁晓夫解释道：“我的确同尤金，就是他们大使说过。” 毛泽东同志欢迎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共同努力合作，这话的意思是，中美呃中苏有合盟约的，就你们要遇到了有人攻击你们，我们就来保护你们，这叫努力共同合作。他说，赫鲁晓夫说，在一九五四年我们访问期间，还有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期间，您都谈过这件事儿。不幸的是呢，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任何行动。 老毛说：“尤金不止一次地讲要建立联合舰队，呃，我问尤金，谁将拥有这支舰队？是中国人、苏联，或者是共同拥有？”赫鲁晓夫回答：“舰队是不能两个国家所有的，舰队要有人指挥，两个国家来指挥就不能进行战争了。”他说：“如果你们向我提这样的建议，我们也会反对啊。”老毛稍稍松,松口气说：“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所有的乌云就散去了。赫鲁晓夫笑着回答：“本来一开始就没有乌云，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老毛说：“但是我们一晚上都没睡觉，结果想睡觉也是徒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担心了。”这是一种趾高气扬的态度，还是拿赫鲁晓夫出气？那么接下来，这个赫鲁晓夫又。 想再谈一下那个长波电台的问题。赫鲁晓夫解释说：“我想谈完海军的事情，再谈电台的事儿。”老毛马上回答：“那不是一种合作。”他说：“老毛说，那听到这个建议，每个人都震惊得直喘气。”赫鲁晓夫赶快回答说：“尤金是个诚实的人，他非常崇敬中国和您本人，他是苏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 做了许多事情来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如果您发现问题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那么您就应该睡个好觉，告诉自己是个误会。他还想再澄清一下，老毛说了，我说过这是一场误会，我希望是误会。我当时就说过，我们可以给你们中国的海岸，但就是不同意搞联合舰队。实际上，老毛对苏联苏共说不，苏共让步了。 就放弃了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和谈的气氛比第一天要融洽一些。了，不过还是有争论。赫鲁晓夫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一个事儿，问老毛说：“你们为什么往我们后院扔石头、啊？”就是说，中共当时在老毛指使下发表几篇文章，这个批判苏共、批评斯大林的主做法。老毛说：“我们不是抛石头，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回答：“你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老毛回答：“不是你要不要的金子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这个话就明显的有压人一头的气气势。会谈期间，老毛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赫鲁晓夫没听懂。老毛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的人。” 最后都站不住。赫赫鲁晓夫听了以后面无表情，很可能啊，赫鲁赫鲁晓夫没有真的真的真正的理解老毛这个话的意思，那就是中共和别人结盟，从来是利用别人，绝不会真心实意的交朋友。那么老毛在会议期间又向赫鲁晓夫吹嘘说，我们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两千五百万吨到三千万吨。 赫鲁晓夫不大相信，但只是敷衍地说呢：“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与此同时，跟赫鲁晓夫一起来华的还有苏联援华总顾问，叫阿西波夫。他去和陈云，就中共的经济专家谈话了。陈云问到他：“明年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能不能完成啊？”那个阿西波夫回答说：“很伟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好的。” 然后呢？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管工业的薄一波，薄熙来他爹，在宴会上同阿尔奇波夫也谈到这个事儿。阿尔奇波夫表示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啊。”薄一波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钢加上去，计划就一定能实现。”阿尔奇波夫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用啊。”那么老毛在和赫鲁晓夫谈话的时候，当天。 最后又提了一句，他说好像是不经意的。他说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赫鲁晓夫马上回答：“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什么。”老毛接过话茬，不无用意地说：“他们只知道发表了声明，不知道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赫鲁晓夫根本就没听出来这里话外之音，那就是。 老毛马上就要准备把苏联绑在老毛打金门的战车上，向美国示威了。然后八月三号，老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会谈，老毛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苏联代表团回国啊，我们想组织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仪式，搞上四五千群众，排出仪仗队，再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你看怎么样？”赫鲁晓夫很惊讶，他说：“我们昨天谈好的，还是像来的时候一样啊。” 公开来，呃、啊，这个我们是来的时候是秘密来的呀，那意思是我回去也秘密的，不能太太那个公开化呀。他说我们来之前也是这样商量的，呀，秘密来，秘密回。老毛说不对，我本来提的三个方案，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实际上是老毛这个信口开河，因为原来谈好是秘密来，秘密去。 老毛实际上想要的是秘密来，公开去，为什么？后面你就听明白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不要公开回去，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材料。老毛是认为来的时候应该秘密，走就不必秘密了，可以简单一些。结果呢，因为中方坚持要送，赫鲁晓夫也没办法拒绝，结果就由老毛送到机场，还有这个中国驻苏联代办也一起陪同。 但是呢，双方按老毛的意思发表了一个会谈公报，公报是这么说的：双方在极其诚恳、有亲切的气氛中，这这是假话啊！呃，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以及为和平。 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虽然官媒当时是高调公布说中苏首脑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但实际上两党两国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特别是接着就发生了炮击金门，还有中印边境冲突等等案事件。 那么，两党两国分裂的关系呢，就逐渐的表面化。老毛和赫鲁晓夫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公开争论、互相指责甚至谩骂的破裂境地。在讲到这个金门这个核大战问题之前呢，下面我要讲第四个话题：老毛造就了美国这世界警察。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美国的，现在中国整天骂美国是世界警察，美国世界警察怎么来的？老毛逼出来的。有人说老毛有那么大能耐吗？我下面给大家讲一讲，就明白了。为什么是老毛逼出来的？因为老毛念念不忘的就是在他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想武装多级政权。朝鲜战争是第一起，1958年的金门炮击是第二起，1959年到1975年在越南是第三起。 本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前呢，已经大规模裁军了，但是由于老毛在那儿不停的挑事儿，美国是裁军以后又扩军，而且最后两次和老毛打。如果不是老毛爱打仗，美国或许就不会裁军以后被迫再次扩军了。美国当时情况是这样：二战当中呢，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有两个战场，欧洲东部战线呢，这个 斯大林也承认，虽然东部在欧洲东部打德国是斯大林的主力，但是斯大林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援助，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不能想象的。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不想获得世界霸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内民众不想打仗。那么至于苏联呢？苏联外交部长和苏联苏共政局战后安排委员会主席有一个人叫利维诺夫，他说过。 他说，冷战这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联不想冲在第一线和美国直接打，因为二战期间苏联也死人太多了。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开始，斯大林这个就开始玩把戏，他直接违背了和美国、英国盟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两次协议的议定。 开始逐步的谨慎的蚕食东欧。匈牙利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叫拉科西，他自己说过，他说苏联人在东欧国家实行的叫做萨拉米香肠技术。什么叫萨拉米香肠？是一种这个意大利香肠，这个吃起来切成片儿。他的意思就是说，苏联是这样做的，就是用苏军压阵，因为东欧国家都是有苏联的驻军，然后建立呢秘密警察支撑下的这个共产党政权。 这样来实现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这个方针到一九四八年基本达到目的了。当时冷战还没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当政者，就是、总统杜鲁门等等，根本就不理会英国首相丘吉尔大声的疾呼，对苏联这样的萨拉米香肠似的一点一点把东欧一块一块,块的切掉吃掉，他是一声不吭，美国没有提过一次外交抗议，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想打仗，美国一些不想要什么世界霸权。一九四七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一个杜鲁门主义，是作为美国对全球的政策主张的。这个政策主张跟老中共上台有很大的关系，跟老毛上台有很大的关系。杜鲁门主义的原意是这样的，原话是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国家的人民及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 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与他们的奴役，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这只是一种姿态，但是呢，不涉及军事活动，也就是说，美国不打算在军事上援助任何国家追求自由。不但如此，美国和英国的暂时的亲密的合作关系也结束了。 美国也撤销了美英两国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在德国有美军占领区、英军占领区、法军占领区，美国也采取撒手不管的态度。三个国就是英美法盟军三国各占一片，各自为政，美国也不去领导他们，也不管他们，就只管自己那一小块那么在中国，这就讲到了跟老毛的关系了。 美国奉行的是完全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极力撮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其中最典型案例就是这个美国二战时期的那个参谋总长叫马歇尔，当时把他派到中国来，他就是呢这个逼着国民党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号，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宣布。 除非中国指的是国民党政府，除非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当时是中这个委员长是蒋介石，除非中国允许共产分共产主义分子进入政府，否则美国将切断援助。这话意思就是，你蒋介石政府，你如果不和共产党合作，不让共产党进入你们的政府执政，你就别想得到一块钱的美元。 那么，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号，中美内呃中国内部的内战爆发，就共产党共军开始夺取地盘了。这时候，美国的态度是正式对国民党政府实施军火禁运，而且呢，把国会正在讨论的援华法案，就是美国军事援华法案，通过拖延讨论的方式，变成让它变成废案。也就是说，老毛能上台。 跟美国撤蒋老蒋的梯子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当时的国策就是我不要什么世界霸权，我也不去关心什么你们国家的这个什么共产党上台或者共产党地盘扩大，爱怎么着怎么着。因此，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当时的美军人数是一千二百一十万人。那么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九五零年六月。 美军还剩多少人呢？还剩一百六十万，减少百分之八十七。那么军事预算呢？从一九四五年一直下降，降到一九五零年的时候，只剩一百一十亿美元，就相当于一九四五年的八分之一。同时，美军当中那些有军事训练素养的、有战斗力的人员基本上都复员了，所以整个美国军队处于一种难以再紧急动员的状态。 不太可能对外应付一场战争了。那么，一九四九年四月四号呢？这个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美国参加的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但是这是个防务同盟，不是攻击同盟。原因是西欧国家担心啊，担心苏联要扩张，他们没有军队，想要美国提供保护。美国当时办法是什么？我跟你签一个军事同盟，安安你们的心。实际上呢？ 美国不打算出兵，相反，美国说我经济上给你点钱吧，叫做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上给资助，给你们法国、德国战后复复原、战后复苏、重建。但是呢，美国已经准备把住在德国的美军完成了占领期限以后就撤退，同时当时对日本也是这样做，美国已经拟定的撤离日本的计划，倒是日本后来当时的吉田茂政府反对美军撤离。 后来这事儿搁下来了。那么当时在韩国，美军已经撤离完毕了。也就是说，一九五零年初，美国仅仅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但是没有保表示保证呢，说一定要用它。在英国剩一个军用机场，在沙特有飞机过境权，仅此而已。当时美国在世界上再没有军事存在。 比这个还要更厉害的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和十二月三十号两天，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一个文件，文件这么说的：说美国的主要战略意义和战略目标都不在亚洲，重要的是以最低限度的军事人员和物资，确保东方战略防御的胜利，以便把主要力量投入西方。一九五零年一月五号和十二号。 杜鲁门总统和艾奇森国务卿分别发表讲话，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湾、韩国的保卫责任和任何军事方面的援助。艾奇森是这样说的，国务卿是这么说的：太平洋其他地区安全，我们必须认清，没人能保证这一地区不受军事攻击，但我们也必须同时认清，如果发生这种攻击，首先就必须依靠。你听我在。 重点强调这句话的意思啊，如果发生这种攻击，首先必须依靠受攻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再依靠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军只有在联合国要求美军出动的时候，美国才会出动，不然的话，你们的人民要受到共产党攻击，你们自个儿抵抗去，抵抗不了，美国不管。 那么，苏联和老毛把美国这种态度看作是个机会，于是胆子就变大了。那么，苏联的既定方针是说战争要让代理人来进行，所以老毛是既愿意充当代理人，在朝鲜争打了一场，也想扶植代理人。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他在越南扶植了胡志明越共，把北越给打下来了。为什么老毛喜欢这样干？原因是在老毛心中啊，始终有一个愿强烈的愿望，就他要证明啊。 武装夺取政权不光是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全世界。只要他能在其他国家又武装夺取政权政权成功了，那就证明老毛这个理论或者说这个做法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话，他可以往高处再爬一步，当上世界共产党的领袖。所以呢，一方面是美国缩回去了，不愿意承担朝鲜的安全义务。<coughs> 斯大林和老毛又蠢蠢欲动，这样的话，老毛就推动和参与了金日成的南侵战争，朝鲜战争因此爆发。这个我们以前谈过了，我不重复。那如果老毛当时不想打仗，不给金日成提供朝这个北朝鲜军队的那个步兵的主力，那韩国当时不可能一败涂地的，因为当时金日成还有的部队都是没有经过作战训练的，这个打不了仗。 就他的能力和韩国的那个部队差不多，所以韩国不可能一败涂地。那之所以韩国败了，就败在解放军派了三个师、两个团，六万九千人。这六万九千人是能征善战、打了好几年仗的兵。那么实际上是中国军队帮着金日成打下了南朝鲜，几乎把南朝鲜全占了，只剩下釜山一小块地区。 那如果当时老毛不想打仗，不给金日成这六万九千部队，那么韩国不会一败涂地，也就不至于变成说这个后来的局面。美国也未必会出兵，那顶多就是说朝鲜半岛上，北朝鲜呢也兵力也不行，南朝鲜兵力也不行，大家慢慢耗着一个漫长的南北方两边的战争。但当时美国已经说了，他不参守。 那么是谁把美军、美国逼到扩军备战道路上来的？老毛，是老毛要推动这场战争，派了军队去帮着打，然后把南韩国打快打灭了。这时候联合国开会，我上次讲过，苏联又做了个局，在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是不是谴责中共要出兵的时候，苏联代表突然缺席了，人不开会了。 也就是说，他那票否决权放弃，我不要，我不投票否决。那么让你们去决定派联合国军到朝鲜来打，干嘛呢？让联合国军和中共好好打一场，两败俱伤，苏联从中得到好处。这是苏联的挖的坑。那么美国当时怎么想的呢？美国觉得这个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进攻的试探，因此。 美国不得不应对，所以美国的军事开支从一九五零年的一百三十亿美元到一九五一年增加到二百二十四亿，五二年四百六十亿，五三年五百一十八亿，以后就保持这个水平，一直到一九六十年代。另外，朝鲜战争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政治军事同盟变成了真正的军事机构，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中美国看到了中苏合伙威胁世界和平的前景。 所以一到一九五五年的时候，美世界上二十六个国家和美国签订了协议，那么一共建了四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因为除了朝鲜这个，因为朝鲜战争的关系，除了拉丁美洲之外，二十个国家和美国签订了政治军事盟同盟条约，希望美国给他们保护，甚至连南斯拉夫一九五一年也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 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协定，美国的世界警察就是被老毛通过朝鲜战争这样逼出来的。我说一句刻薄的话，老毛的好战心理决定了，他不打仗他心难受。所以呢，接着，一九五八年老毛在金门又挑起战争。 似乎是要帮美国证明啊，就美国这世界警察非得当下去不可，因为老毛是不要和平的。一九五九年、五八年是打金门，五九年是又推动越共发动南侵战争，一模一样的朝鲜战争的翻版，最后吧又把美国拖进去了。所以从朝鲜到金门到越南，十年当中老毛点了三次火，其中第一次、第三次美国都被迫卷入了，那么第二次就是金门。 美国闪开了。